停，不要停，不要停，门票不要停，抽奖才会领。感谢各位家人朋友们昨天在西瓜 Play 海选上帮我投出的宝贵票数。现在话不多说，我们来抽三位榜上的家人朋友，直接送上原神的周边礼份。我们依然是从为我投票的家人中榜单上抽取粉丝贡献榜前300。来，我们随机切到一个界面，为了公平公正公开，我闭上眼睛，上下随机翻动。预备，开始。最上面一个，绝望不可，36，第36名的绝望不可，恭喜他获得的是官方正版终于抱枕一个。下一个我们来送甘雨抱枕，好，依然随机翻到一页。好，预备。停到第一页了，好吧，第一页，排在第一的是板娘小薇4年粉丝，谢谢你的支持，目前你领先，你最快可以获得最后的大奖。好，我们第三个要送上的是官方正版龟子抱枕，先随机到一页。好，预备，开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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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2、1，零。第83位叫被帅醒的男人。恭喜！好了，那么今天也要麻烦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小可爱们多多收看哦。明天我将在视频中随机从我的粉丝贡献榜上抽出10位小可爱，送上原神100张。不想要依然可以折现。好了，福利送完了，请继续观看今天的正片，很精彩哟，千万别滑走哦。奥运会算是闭幕了，但是我们原神，哎，元宝里的运动会还在继续。本次原神奥运会，我板娘小薇作为唯一的裁判，将在第一天的比赛射箭、跳水、自由泳比赛中，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各参赛选手进行打分，绝对不允许有可体力药、贿赂评委等各种不良行为存在。那么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原神第一届奥运会女子组射击比赛预赛，现在上场的是蒙德西风骑士团唯一侦察骑士安波，断罪之皇女肥仙儿和璃月骑星秘书拥有麒麟血脉的甘雨。本次的比赛规则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下看谁射得远。好，各位选手已经蓄力完毕，骑手姿势非常标准，预备。开始，只见甘雨和飞仙儿抢先脱手，安博紧跟其后，每位选手都有不同的箭支颜色。黄牌，这届奥运比赛出现了第一张黄牌，甘雨选手不知道为什么射了2箭，第一次成绩作废。第二箭准备，甘雨选手在冷静下来之后抢先射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箭，其他两位选手紧跟其后。果然啊，老将在心态方面调整是非常的有经验啊。第二箭甘雨选手遥遥领先，好样的。好，现在比赛时间已经到了夜晚，第三箭准备。第三箭在夜晚的衬托下格外耀眼，明显看到依旧是甘雨选手遥遥领先，裁判给出了10分的高分，进入决赛，稳了。现在为你直播的是原神第一届奥运会男子组加一只猫咪射箭的比赛，由温迪、公子和迪奥娜共同参与。迪奥娜人小却有大力气，是风神巴布托斯以及愚人众执行官达达利亚在本次比赛的强力竞争对手。现在裁判就位，比赛开始。第一箭射出，温迪选手慢了一拍，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他的战术上的调整。好，可以看到由近大远小以及哪一方的箭支落得比较慢的评分判定。第一箭，迪奥娜将其他两人远远的甩于身后，温迪选手好像落后的有点多呀，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影响到了他今天的发挥呢。第二箭预备，好样的。迪奥娜虽然作为一名小将啊，但是出手是相当的犀利啊。公子依旧正常发挥，温迪在这个时候也发挥出了他的正常训练水平。哎，不过好像还是迪奥娜的箭支距离更远啊。好，此时场上有选手对裁判的判决提出了质疑，比赛进入暂停，下载复审之后继续比赛。可以看到三位选手选择射出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箭支飞行距离上也有所区别。裁判驳回了选手的质疑，比赛继续。现在先恭喜两位选手迪奥娜和甘雨进入决赛。在纯血统人类和非纯血统人类比赛上，我们可以看到非纯血统的的确占据了天时地利。那么现在一箭定乾坤的时刻到了，可以看到迪奥娜选手选择了一个较大的起手角度。第一箭裁判给两人都出了9.8分的成绩，此时进入赛点，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究竟谁能拔得头筹，拿下本次奥运第一块金牌？让我们恭喜迪奥娜！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第一届原神奥运会，现在换了一个场地，来到了第二个项目女子组单人跳水比赛，参赛选手为迪奥娜、可丽还有七七啊。没想到迪奥娜选手也是一名优秀的跳水运动员啊！现在可以看到选手已经站上了跳水台，现在是第一跳。
水花非常的小。哎呀，猫咪果然是轻巧的代表啊！啊，希望能保持好心态。现在是第二跳，非常精彩的入水。第二位选手来自蒙德的可莉。有一传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曾经这位选手是因为总偷偷进入比赛场地炸鱼，有一天突然被抓住了，发现是位跳水奇才，才开始了他的跳水生涯。不知道待会儿的比赛能否让我们看到这位奇才的真正实力呢？完美的动作，起跳抱腿一气呵成，让我们期待一下他的第二跳。哇，感觉又是一位强力金牌争夺选手啊。第三位七七，这位选手一向给人以冷酷少言的形象，今天也是第一次参加本届的奥运会。第一跳准备，裁判吹起了犯规动作，究竟是为什么？让我们看一下回放。啊，原来七七选手跳水前多加了一个助跑动作，哎呀，可惜了呀，这样的话他的比分上面就略落后于其他的两位选手了。第二跳准备，完美，让我们恭喜可莉同学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名。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是万众瞩目的团体赛时间，由璃月女子天团队对战三个猛男义气队。大家知道团体赛讲究一个默契和和谐，对吧？第一跳准备，不好，出现了选手抢跳的现象，可能是队内沟通有误啊。现在是第二跳，非常整齐啊，出现失误了，广深堂堂主胡桃出现了网络延迟问题啊，只能寄希望于第三跳了，究竟女子天团队能不能扳回一局？完美入水，不管如何总算是有成绩了。让我们看看男子团体这边，各位观众，现在场上比赛为男子团体跳水。哎呀，可惜，可以看到虽然各自的入水姿势都非常的漂亮，但是整齐度不高啊。第二跳准备，又出现了失误，裁判吹起了黄牌，牌呀已经两次慢动作了，如果再来一次，男子队将整体淘汰出局，希望他们能够稳住心态，打起精神。凯亚选手总算清醒了过来，但是很可惜出现了三个水花，男子团体遗憾落败。欢迎收看本次奥运收官之战游泳比赛，今天过后将角逐出提瓦特大陆上真正的渡海真君，由凯亚、沈里和七七三位选手参赛。好，比赛开始，现在是50米的赛道，只见沈里选手遥遥领先，一道白光就向我们冲来，第一名出现。接下来是七七和凯亚角逐二三名，不好，凯亚选手出现了失误，入水之后没有办法继续使用技能，七七赢得了第二名。第二场比赛开始，七七选手使用的是混合渡海的办法，游一段跑一段，没想到这却为凯亚选手提供了便捷，凯亚选手紧跟其后，在适当的位置使用技能，再加上腿长的优势，难道第二名选手会有变数吗？出现了，七七把凯亚死死地封在了水下，凯亚用不了技能了，我宣布本场比赛由七七夺得了亚军，让我们恭喜这位选手，恭喜。我宣布第一届原神奥运会圆满落幕，因为比赛的时候呢萧公还没有出现啊，所以敬请期待下一届。好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有趣比赛，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